哎，这是我们家的这个鱼缸的两个 starfish 海葵，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样动的。你看这个海葵，它把自己悬挂在这个石头上面，非常有意思。你看它整个身体就是靠一只那个脚把它悬挂起来。而另外这只海葵呢，刚是从这个很小的这个山洞里边跻身过来的，那么显示了它们的这个柔软和这个灵活的这个一个方面。另外呢，这是家里的这个鱼缸里边的这个明星，叫摩里斯人的偶像，他是非常一个活跃的一个鱼。另外呢，这是家里刚加入到这个侯氏水族馆的这个虾，这个虾要游起来，这个姿态非常优美，可以让大家看一看。如果说是它现在准备游的话，你看看，现在慢慢的准备看一看，还是它知道我的镜头正对着它。然后你看它后面实际上不是腿。慢慢，你看它慢慢游起来，非常的自如。